生病，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做烟工。五月份要去欧洲啊、美国啊、英国啊、加拿大，做到警察都来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功德啊，功德更大啊。所以但是到处做啊，所以因为警察来，你们在干嘛？烧给神吃，真的吗？就是这样，要尊重宗教啊啊。但是至少是安全第一，特别海边坟墓区，各位要慈悲啊，那些坟墓区也太可怜了啊。所以如果你帮他做，那边吉祥啊，那边快乐。各位永远在你家里门口一楼点个烟供粉，放个烟供香，处所吉祥啊，全家平安。第七，哎，天龙地起永护。烟供的缘起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寺时代，当时有许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碍盖庙，白天辛苦盖的庙，到了晚上就被破坏。而当时吉户堪布在不得已之下，只好请莲花生大士前来解围。莲花生大士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来做烟供的法物，包括菩提树、白檀木、野蒿、乳香、绢帛等树，以虔诚的心意供养，终获魔鬼地神的喜悦，并帮忙盖庙，最后使得盖庙工程顺利完成。后世的人虽承袭了这个方法作为除障增福的最好修法，在西藏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都以烟供为吉祥缘起。好，所以各位寺庙外面摆个大炉，如果那个香都不要间断，大家一直点香点香，这样一直布施。台湾那些龙山寺啊、行天宫啊，好像24小时都在做烟供。所以各位，你还是让它不间断，像华人有做那种一次都一个月的，就挂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上供下施，那力量很大。但是最好是清净的木材，或是有药材的这些花草树木拿来做烟供。所以各位以后最好在你家土地种一些药材，那做烟供的时候就直接拿来烧，哇，那个香，那个最香了，那个是直接药，不要把它晒干，晒干一烧就不见了。不晒干的药材直接烧，那个药的味道啊，布施给众生，来加上一点米啊，食物，又有食物又有药，布施那些鬼神高兴啊。就像今天他要来抢你的钱，你不给他就杀你，你干脆在门口就给他了，他还做你的守卫了，不准别人来抢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他钱了，所以天龙地起永护，就不破坏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又显现成赤松德赞国王，莲花生大士也来从印度来到，莲花生大士就是阿弥陀佛的示现啊。所以这些佛菩萨就用各种的方法来示现，来利益众生啊。因为佛陀虽然示现了在解脱道，但事实上诸佛菩萨不会间断的，他会示现各种形象啊，皇帝啊、出家人呢 来帮助佛教，不断推动佛教。第八，速获功德。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，若不行布施，无法开悟成佛。而烟供布施供养，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国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。所以佛教的基本就是布施。所以以后各位拜佛也要这样观想，当你拜佛拜下去，我把我身口意所有功德供养诸佛菩萨，那是最聪明的拜佛。我的生命是供养诸佛菩萨的，诸佛菩萨不会害我们，诸佛菩萨要我们去做好事的，利益众生啊，这样可以达到无我。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就是我慢我执，觉得我一个我的存在。所以你拜佛的时候是把自己完全供养给诸佛菩萨了。佛教的方法，不管你念经念佛，都是在布施，布施啊。那特别做烟供是直接的布施。所以佛教里面大法会办水陆梁皇盖寺庙，一定要经常放焰口啊、蒙山啊，这样才会有福报啊，不会有障碍。所以各位中国人都知道，哎呀，门口初二十六要烧烧金纸啊，布施一些饼干啊，不然没生意的啊。所以事实上我在台湾初二十六大家门口都在烧，也在做台湾火供烟供，很可惜把烧完了纸烧完了食物拿去自己吃掉了，这样不圆满。标准是那些食物拜完了
那布施给穷人啊，对不对？布施给流浪狗啊，烧一点点啊，纯粹的布施，而不是说我喜欢吃榴莲，买榴莲来拜，最后还是我自己吃。你的动机根本不是拜，是我自己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买喜欢吃的，那这个叫人跟鬼抢，鬼是无量无边，你也干嘛跟人家抢呢？啊，所以你要布施给鬼道的那些，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人，通通要布施掉，啊，不要留啊，啊，会留一点点，天道人道各位可以带回家给没来参加法会，让他吃一下得到功德了，其他的都是把它布施掉，不吝啬啊。第九，可满所愿。由于烟供具有供养和布施之福德，故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习增怀诸四种事业，获诸佛菩萨之加持，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，引导众生成就解脱。尤其是人世间之诸多恶缘，可得到转轻或熄灭，种种愿望亦可心想事成，满足一切祈愿。烟供不仅可满众生之愿，于祈祷文中亦提到往生净土，所以亦可帮助众生脱离轮回。所以做烟供可以满足上供三宝，下施六道有情。各位永远记住，大乘佛教不是我在拜佛，大乘佛教是我代表六道众生在拜诸佛菩萨，前面是菩提心，后面是大悲心，以一个无我的空性在拜佛，所以你一个拜佛就符合了菩提心、空性、悲心，这样在上供下施，永远记住这个，供养水也好，供养灯也好，都没有一个我啊，前面只有一切三宝，我承担了六道众生的苦，所以我为六道在上供下施所以做烟供也是如此，点一支香供养三宝，布施给六道众生，如果能够如此，就可以达到四种事业，叫习增怀诸。习就是痛苦的停止，增就是福报、金钱、智慧的增加，怀呢人缘好、法缘好、信徒多，叫怀；诸呢障碍消除、断除、断除。所以做烟供可以满世间的所有的愿，甚至我们希望祖先往生者得到食物、得到药物、得到甘露，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透过烟供为他们念佛啊。啊，观想他们坐在莲华得生净土。第十，速证佛国。据慈心之佛弟子，应每天修习烟供，记住恶鬼道和地狱道和中阴身，不令一切众生闻香得食向善，如此日积月累地分担如来家业，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资粮。其烟供无边利益功德，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业，并令障鬼神转为护法神，不再作祟，消除所知障和烦恼障，迅速累聚福德智慧两种之粮。所积聚的福德可使我们成就色身和报身，所累积的智慧可使我们成就法身，来成就佛果位。所以慈悲不能间断，就像各位要呼吸，呼吸就是慈悲，把众生的痛苦纳进来，把我们的快乐功德给对方。所以作为一个有慈悲心的佛弟子，每天都要上供下施，你忘了上供也没关系，至少要下施。佛菩萨你不供养他也不会怎么样，供养只是代表我们的虔诚信心，但是佛菩萨的对象就是这些可怜的众生，所以各位不能忘记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所以以后你在念佛不是为了自己往生净土在念佛，你在念佛的时候观想我在地狱道里面念佛，我在恶鬼道，我在畜生道帮助那些每天被杀掉的动物，你要有这个慈悲心来念佛才对，这个才符合一心念佛。一心念佛不是我只顾念佛我什么都不管，一心念佛是不离菩提心，不离佛的心念佛，叫一心念佛。那你要发菩提心，不能够离开悲心，悲心你不能够离开六道受苦众生所以前面摆的是六道众生，我们为他上供，等一下这些食物还要为他们下施，那这样来做我们就可以转变，而且呢
战鬼神都成为护法神，但是最主要目的为什么？来快速成佛，光度众生啊！我们不是为了成佛在修行，是为了度众生。但是为了度众生，所以我要成佛。离开了悲心，也不可能成佛。成佛度众生以后，来念一下，轮回是净土，那你就必须生生世世来轮回，一直轮回，直到六道没有痛苦了，你的轮回才停止。所以各位先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然后趁愿再来广度众生啊！但是为了如此，不能离开悲心。那为了要慈悲，天天放生很慈悲，但是我们没办法天天放生，没这么多钱啊。但是各位用水用烟供，你闻得到看得到，你就有这种相对慈悲心。如果你要从相对的，比如说有个病人叫你去念阿弥陀佛，你才会认真念，如果没有病人你就念了就会打瞌睡。所以要从有的苦的对象来念佛，有悲心念到这个相对的慈悲心，变成绝对的慈悲心，变空性，这个叫自然无虚伪的慈悲。但是你不能离开有的对境，有的对境最快的方法就是爸爸妈妈，你最爱的最疼的人，你感受到他的苦。所以慈悲心必须有感受，你不能把慈悲心放在课本上放在佛经上认为这个有慈悲心。慈悲心是一种自然的感动跟感受，你的儿子跌倒你心很痛，这个叫悲心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悲心啊，念牌位什么时候念完好累哦，这样啊，甚至我有些菩萨去助念，师父我念了老半天他也不断气也很累，我说你太不慈悲，你念你没有悲心，你要一直他最好活着，等一下还起来喝水啊，不希望他死掉。哎呀我好累啊，你最好赶快死啊啊！那你没有慈悲心念佛要干嘛？所以各位你要有悲心，悲心就是要看到爸爸妈妈，念来父母为首有情重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到爸爸妈妈。像我爸爸往生了，他随时都会来看我，我的妈妈还活着，这是我修慈悲最好的助缘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孝顺，这个人不用谈佛法没有用，你以孝顺父母的方法来孝顺所有的生命，你要有那个感动，要有那个感受。所以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只要有一个爸爸妈妈没吃饭，你不想吃饭的。所以各位你要时时刻刻布施给他们水啊烟供啊，为他们点灯啊，等一下我们用完斋大家为他们点灯啊，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啊，让地狱都变成净土啊。所以做烟供有这十种功德，那希望各位都有这十种功德来布施给对方，也利用烟供来培养悲心，就像你天天放生，那你有了悲心以后修什么法都对，念佛诵经打坐，打坐证阿罗汉也是为了众生，那就变菩萨了，又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啊！所以各位来，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世界。为什么佛陀讲空性？什么叫空性？这个世间没有单独的个体存在，所有的存在都互相影响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做好事，缅甸有没有受影响？世界有没有受影响？所以这个世间叫缘起性空，凡是存在都是互相有关系、互相依存的。你一动，对方就在动，所以这个世间随时都在动，叫互相缘起。人不能离开树，树不能离开人，因为树没有人给它二氧化碳，树会死；人没有树给我们氧气，树也会死。所以人不能离开树，树不能离开人，人影响树，树影响人，不是光树，山河大地，这个世界没有蚊子全部人都会死，因为蚊子叮那些动物，动物才有免疫力，它才会长大，就像小孩子不发烧会死。这个世界没有蜜蜂，所有人类都会死掉，花草树木就不会长，然后呢这个世界就乱了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缘起法互相影响，所以念一下，一切法为心造。所以大家有一个悲心，你就在影响这个世界。你今天所做的，父母就会长寿，祖先会超度，冤亲债主会化解，地狱会净化，国家社会会吉祥啊！所以一个人修行，世界改变。所以经典说，晚上持戒过午不食的人，地方的恶鬼道不会吐火。所以南传法师晚上没吃饭，有没有功德？功德很大啊，因为他晚上不吃饭，恶鬼不吐火呢，啊，那加上我们大乘的又施食给更多的恶鬼，要超度他，不吐火还是消极的，又要满足他，又要超度他。那无论如何，那
互相帮助，互相帮助。这个世间没有道教就不可能会有佛教，没有印度教也没有佛教，啊，所以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，原来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行为都在影响了世界，影响了众生，所以帮助众生、帮助世界才是帮助自己，这个叫空性。因为有空性，所以你跟世界任何人、任何地方都有关系。请问，缅甸跟美国有没有关系？跟地域有没有关系？你中国人存在跟非洲人有没有关系？互相的，啊，没有一个法、一个人可以单独存在，所以叫缘起性空，诸法无我，互相影响。所以互相影响，所以叫诸行无常，随时都在变化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如果你了解佛法以后，你要有这个空性。所以我们做烟供的时候，祈请三宝，供养三宝，代表六道啊，随时刻刻。所以各位走路啊、穿衣服啊、吃饭啊，都要念什么来？当愿众生啊，因为你每一个动作都在影响世界。你在穿衣服，希望大家都有衣服穿，希望大家都离开啊寒冷。你在吃饭，以后你在吃饭，不是你在吃，这个味道啊，好香啊。供养诸佛菩萨，这个味道啊，布施给鬼道。你在吃饭也在上供下施，你在呼吸也在上供下施，啊，所以要让自己跟世界合为一体，让世界跟众生合为一体，这个叫清净法身空性，无有分别。佛就是证入这个法身啊，跟世界合为一体。所以一个众生在受苦，佛就在受苦；一有众生不得度，佛就不入涅槃。因为佛跟众生合为一体，这个才是大乘佛教的精髓。各位开悟了没有？所以背一下，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，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。你乱破坏水土保持，你乱破坏河流、破坏树木，就在破坏你的肺部，就在破坏你的血液。所以我们要如何做？来，成熟有情啊，庄严国土，要让所有有情众生都超度，要让这个国土世界都变净土，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目的。那各位了解这样，那你就了解佛法。了解佛法不是说你要读很多经典，但是你要以正确的思想去读经典。如果你没有这种正见、空性、悲心，你读了再多的经典，那不过是个文字，甚至会让你骄傲，我读很多，你没读啊，如何如何。所以各位要拿捏到佛法的重点。来，请问观音菩萨在哪里？在你心里面。你讲慈悲即观音，孝顺即地藏，智慧即文殊，清净即极乐。所以每一个佛菩萨都是你内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你显现阿弥陀佛；你念观音菩萨，你显现观音菩萨。这算是你有悲心，所以众生都有慈悲心。一只老虎也有悲心，他对自己的小老虎很好，这就是母爱。所以只是说老虎对小老虎好，对羊不好，他会吃羊啊。如果老虎破一切相，小老虎跟小羊都是小的，我要照顾他，老虎就有空性悲心了啊。所以我想众生都有佛性，本来就有。啊，所以这个佛性，只要你开发出来，平等了对待所有生命。所以各位会不会怕鬼？不会，很爱鬼。鬼可以成佛，鬼啊来多一点。鬼只是一个名字，它的本体是佛性。你把它当作佛，《法华经》讲，你把它当作佛，鬼就变佛；你把它当作鬼，它永远变鬼。所以不能有分别，众生都可以。你要用什么善巧方便，让鬼可以成佛，让小偷可以变皇帝。所以各位要思维这些佛教的基本道理，要让自己能够找到佛法的精髓啊！不是说你盖了几百个佛塔，整个缅甸都变成佛塔，如果不了解佛塔的意义，那就浪费了。佛塔代表佛的菩提心，佛塔代表一个修行的次第，佛塔代表佛陀的法身报身。你要每一个人，所以佛陀叫我们盖佛塔，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大金塔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那天去拜过大金塔，请从今天开始，你走到哪里要观想自己变成大金塔，众生走过我，众生都得到这个塔的光的功德啊！你不要再做你自己了，所以要跟大金塔合为一体，我就是塔，塔就是我啊！我们供养大金塔，也在供养自己一样。我们庄严大金塔，一直给它贴金贴金，你要让自己贴金啊！啊，什么是金呢？来，
功德庄严，要让自己啊福慧庄严，有福报有智慧，你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大金塔，去照亮别人，那我想大乘佛教不分在家出家，地藏王菩萨视线出家，观音菩萨视线在家，那希望大家走到哪里都在做烟供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只要今天放生烟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你走到哪里这个功德一直到你成佛都跟着你，所以各位你走到哪里都要这样念，来跟我念一下嗡阿哄，就是说你把你累劫累世的功德透过你的身口意叫嗡阿哄，布施给对方的身口意，所以对方的身口意也消业障也得到功德，嗡阿哄啊，就像我出家了，我做了很多功德，看到我妈妈在台北，我就赶快跑回去嗡阿哄全部倒给妈妈，但是我倒给妈妈我功德更大，为什么？你越舍越布施，你自己的福报越大啊，但是你要把众生都当作妈妈啊，所以各位你修的功德，你今天点了一万盏灯，我们那天叫大金塔点了一万盏灯，已经把功德回向给众生成佛，这个一万盏灯的功德你走到哪里都跟着你，你只要眼睛看对方，对方就得到了一万盏灯的功德，供大金塔。所以我们从元月一号到今天已经供了多少，念一下187万盏灯啊，念一下随喜功德杀度杀度，那功德变你的。所以人家问你，请问你去缅甸点了多少灯？187万盏，还在增加当中。你去缅甸救了多少生命？天天放生。为什么？所以佛要我们大乘佛教，你所做的任何功德，以慈悲心为动机，做的时候很认真，叫空性；做完以后，普皆回向，六道有情，同成佛道。那这个功德永恒不失，这个叫什么？来。净业，清净的业，不要造恶业，也不要执着善业。我们做很多善根，回向给众生，了解空性。那这个业永远跟着你，那生生世世，不管你投胎在哪里，对方都可以得到你的功德。啊，就像你赚了1亿美金，你的儿子可以分享你的1亿美金，你的爸爸可以分享你的1亿美金。啊，因为你把众生都当作你的父母兄弟，然后呢，来大做功德。所以希望大家用这样心态，并不是说把食物烧掉，你这样讲就错了。食物供养了，布施了，啊，如果说你把食物烧掉，人家说你好偷贼啊，好浪费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把食物烧掉，是把食物供养三宝，回向众生，这样产生了上供下施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念完，我们就开始布施了。33页，布施食物。可以得到以下20种大福德，你通通得到，以这个功德也布施给众生。你家施食功德，在甘露未经云：若当来世能持此经，当知世人以为遍摄20种大福德聚。何谓20？译者：现在不为饥渴、穷饿、疾病、衰祸恼扰身心。二者，人有所食啖，若不美，皆成上位。三者，其人所入野道，虫毒、和合草药，终不能伤。四者，其人鬼神、罗刹、金魅、魍魉，观之如佛。五者，其人诸佛菩萨、天仙、龙神，护如眼睛。六者，其人所有疫病，若业若魔不能近身。七者，其人寿命增进，卧安觉安，处事吉祥。八者，其人爱旷野伐扫水草，自然称事。九者，其人头貌一月，肤体光泽，无有恶色。十者，其人常逢善游，乃至菩萨现为侣。复次，一者，其人未来长生刹利王家。二者，其人具足舍利受乐持变。三者，其人长生诸佛菩萨前。有20条，这个印刷是印了13条。好，下回再补给各位。那等一下我们要用晚斋，外面的十方法界呢，等用完晚斋，天黑一点才烧。为什么？这个越黑啊，众生越多了。
啊，所以超度本来就应该晚上七点以后乌漆抹黑的啊，那个时候呢功德更大一点，孤魂野鬼来的更多，所以我们用完晚斋啊再来回向。啊，现在发给各位一张这个，各位就自己看了、啊。缅甸传统佛教文化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来缅甸的目的要请教老和尚啊，找出很多解决生命痛苦的答案啊。这个答案我们再把它整理，这次来也有很多答案，我们再给它整理，再印成中文、英文，弘扬世界啊。因为缅甸这些传统文化非常好，比如说头痛，这上面有写，我们都试过，真管用。头痛的人拿个铁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五分钟念念，哎，头不痛了，管用啊！这是缅甸佛教才有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我们也会念 Om Mani Padme Hum。所以这样做的时候，变成大乘佛教，愿大家都不要头痛，用这种方法啊。两个夫妻吵架怎么办？夫妻吵架怎么办？缅甸佛教说，拿夫妻的相片来，用红色的圆圈画起来，用红线绑起来，两个就不会吵架啊。加上我们大乘佛教又给他念准提咒、大悲咒，吵不起来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缅甸佛教，他们这些老和尚传下来，我们现在都在参访，然后把它公告全世界，所以印好了。第一条说，脾气不好人怎么办？每天供水。啊，清凉的水供在佛前，再把那个水喝下去，就可以消火气，也可以消脾气，就不会、嘴巴破叫火气大。所以这上面都有写。精神忧郁症怎么办？礼拜一的时候供七颗柿子在佛前，替精神病者、忧郁症的，礼拜一都供养，然后这个柿子就给别人吃。啊，那大乘佛教更重要，你没有忧郁症，你也要供。回向给全世界所有忧郁症、精神官能症的，替他用七颗柿子啊供养，所以这个传统文化非常好啊，这世界的财产。那我们这两天大家去问了很多问题，老和尚也给我们很多答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再把它整理好啊，而且透过实验啊，因为各位去做了，因为各位是真实的那些状况，做了以后改善了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答案公告给全世界的人了、啊，所以这一张各位也就拿着啊，然后就要用晚斋了，用晚斋。然后这个食物，各位今天晚上可以带回家给家里的人，没有来参加法会的，吃了他也得到功德，好不好、啊？这三盘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替他们供养的。这个可以给人类吃，但是如果你是拜鬼神的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吃。人不要跟鬼神抢东西吃，了解吗？啊，并不是节不节俭，有些人说超度的米拿回家吃，保证你气色不好拉肚子。啊，因为超度的米是给鬼神吃的，啊，他们已经够可怜了，我们就不要节俭了。啊，但是供佛的，供佛的啊，那是善道的，就没有关系了。好，大家就等一下，麻烦各位一人在外面点一支香，招请更多你的父母祖先再招请一次，好不好啊？让他们快快乐乐的吃，享受功德。外面有很多灯，如果还有灯，大家把灯点一点，好不好？点在外面啊，晚上替他们供佛的灯，让他们脱离爱别离苦、孤独苦啊，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大家就要开始用晚斋了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
1996-5232，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花莲中心举办花莲关怀慈悲弘法二日行心灵讲座，恭请海涛法师主讲，日期3月31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，讲题快乐来自于慈悲。4月1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，讲题生命的智慧，地点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，地址花莲市建国路161号，联络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欲参加二日行者，报名请速洽台北生命道场02-2550-9900，02-2550-9900。大家请跟我念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一心祈请护法诸天神、地方土地龙神、地水火风一切神明同来法会，同享功德。那今天是农历2月15号，在佛教叫释迦牟尼佛涅槃日，也就是说今天对佛教来讲，佛教徒很伤心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，所以今天所做的功德，再加上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加持，所以今天做任何功德都是念下100亿倍，哎，100亿倍的功德。那今天晚上也是个月食日，就是月亮会被盖起来，所以呢又多了7000万倍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发心祈愿。念佛做任何功德都是7000万个100亿倍的这样的力量。那释迦牟尼佛涅槃了，就80岁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他告诉阿难说，因为阿难在哭啊，佛陀啊，你往生了，你不在了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那佛陀说，佛在世以佛为师，佛不再是以戒律为师，所以各位叫老实的守戒律啊，那在家守5戒就不会堕落恶道，守13戒还可以升天。那出家人守解脱戒，不要有贪嗔痴，所以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不要起心动念，不然你就没办法解脱。那站在菩萨道要守菩萨戒，什么是菩萨戒？念一下，大悲心不自私啊！你除了不生气，那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，你还是要对他慈悲啊，而且要想尽办法
帮助他们，所有生命都离开痛苦。所以菩萨戒很伟大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圆满了这个菩萨戒，示现给我们看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人间来投胎，事实上是一种痛苦。所以他本来在兜率天做护明菩萨，那是天神、上帝、玉皇大帝祈请佛陀到人间来，因为人间很痛苦，但是有些人有善根，也可以解脱，也愿意成佛。所以梵天就是上帝的梵天，劝请佛陀到人间来示现啊。当然，各位你要知道，做人苦不苦啊？苦啊！吃饭也苦，不吃饭也苦，坐着也苦，站着也苦，这个世间没有不痛苦的，这一点要体悟。但是所有痛苦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都是捏下来自作自受，因为你内心里面有烦恼贪嗔痴，那你就会生口意，就会造业，造业就会痛苦。所以各位要不断去思维这个问题。有时候各位会忘了，因为我忙着要插花，忙着去忙一些哪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忘了学佛的根本目标。学佛的根本目标啊，叫解脱生死，脱离轮回。而且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所以佛陀给我们讲了，念一下：诸行无常，有受皆苦；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境。这个世间凡一切都会变化。什么叫真理？这个世间唯一不会改变的真理就是什么都会改变。如果你期望身体永远健康，家庭永远圆满，运气永远很好，永远赚钱，没有那种事情，不可能。但是人往往看到变化会生气，你干嘛这样对我？为什么变得那么不好？这个就是没有修行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变化无常，你的朋友背叛你，你做好事别人骂你，你要笑一笑，这个就是变化无常。所以第二个，有受皆苦。眼睛你要看漂亮了，这个也很痛苦，会贪心啊，嘴巴要吃好吃的，所以这些东西你只要追求这些，你就会痛苦。追求爱情，追求别人尊敬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凡是存在的，包括那感受啊、心灵啊，都会变化，所以叫有受皆苦。所以第三个，诸法无我，所以凡是一切你都没办法控制它，没办法主宰它。凡是一切存在都是没有永恒不变的，叫自性没有。念珠、人、花、这个礼堂，它只是一个组合的。离开这些钢筋水泥啊、天花板啊、灯啊，它就不存在了。这一点各位要不断的思维，养成习惯。不然你会觉得一个我在被爱啊，我在被骂啊，我人家说我很漂亮啊，人家说我如何如何，你会觉得高兴或痛苦。所以学佛最好超越自我，所以念下来：我就是太阳，我就是河水，我就是土地，我就是树木，我就是空气。那就不要让自己觉得这个我是存在的，老是存在。所以我们要跟自然合在一起，看到蚊子的变蚊子，看到狗我们变狗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也符合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要帮助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那一天大多数老佛学院院长叫我们要超度大象，要买大象给他画圆圈，希望那些被杀掉的大象过来，前面还有摆个牛，上面插个花，被杀掉的牛希望他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感受到对方的苦。我就是牛，我不要被杀；我就是大象，我不要被杀；我就是鱼，我不要被杀。
我就是病人，我不要生病，所以我们要做药师烟供，希望他们减低痛苦。那所以佛教要我们用这个慈悲心来消除自我，不要一直觉得我被欺负了，你为什么有椅子坐我没有椅子坐啊，为什么你吃冰淇淋我没有冰淇淋吃啊，那你就会很痛苦啊，因为计较啊，分别计较比较很痛苦。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趁过有这个肉体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都会死亡，都会涅槃。我们呢，我们要趁着有肉体的时候赶快守戒律，修禅定，有智慧，超越这个痛苦。不然的话，现在整个缅甸的黄金珠宝土地地位都给我们，又如何啊？古时候的皇帝他已经做皇帝了，他要秦始皇要求长生不老，不要死，做皇帝也会死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准备做皇帝了，转轮圣王，但是不能解决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，这些痛苦的分别离的痛苦啊，那做皇帝又怎么样呢？能够做别人的国王，做不了自己生命的国王，那就太痛苦了。那你要帮助自己，那这个叫小乘佛教，我不要让自己痛苦，这个叫解脱道。那进一步觉得，那我怎么可以存在？没有水，没有泥土，没有别人，没有缅甸人，没有欧洲人，没有那些动物，我们人也不能存在。所以佛教里面讲的空性啊，空不是没有，就是大家的存在都是互相帮助、互相依赖的存在。没有风，没有水，没有太阳，谁都不能活。你唯有帮助所有的生命，唯有帮助整个国家社会，包括太阳啊、风啊、水啊，那你才会帮助自己。简单的说就是那叫不自私啊。这学佛的空性是不为自己想，想的是世界啊、国家啊、地狱啊、恶鬼道啊，唯有他们离开痛苦了，我们的生命才平静啊，叫涅槃寂静。就像妈妈儿子都吃饱了、健康了，妈妈才平静的睡觉。如果有一个儿子在受苦，妈妈就不平静。所以我们大家很有福报，我们修大乘佛教，拜观世音菩萨，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救苦救难，慈悲。从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心里才会平静。所以不去帮助别人，心里就很痛苦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有很多菩萨，这次旅行团的菩萨2点多来就在这边布置啊。我看他们在忙来忙去，忙得很快乐，又要出钱，又要出力啊，因为功德大了。明天我们还要做大功德，明天我们要布施，你想6000件袈裟，6000件，给山上的那些比丘尼啊，还有毯子啊、棉被啊、钱呐、药物啊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起来的啊。我们世界各地的佛教徒，我们做的宣传，大家出钱啊，想办法完成。本来只有3000件，后来变成6000件啊。本来只有袈裟，后来又要毯子，又要棉被，大家都帮忙啊。因为帮助所有的出家人，功德很大，内心也很平安。因为这个世界有出家人，就像有医生、有护士一样，我们才可以种福田，我们才可以听闻佛法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他们对我们的加持啊。就像我们去供养修行人，修行人的福报就会给我们。我们去供养佛陀，哇，那佛陀的无上福田呢？也会布施给我们。所以帮助别人才是帮助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利用今天这个功德日，100亿倍乘以7000万倍，大家做各种的功德。我在这一点有一点要强调的，做功德
不为自己，想到什么？今天你点一盏灯，你要想到这个地球的70亿个人，我都为他点灯，他得到这个点灯的功德。除了人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我点这一盏灯，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个灯的功德。就像我们今天要布施食物，那各位要观想唵嘛呢叭咪吽的时候，所有所有的众生都得到这么多的食物，他们都吃得饱饱啊，不生病啊，所以要用这个慈悲心观想。因为呢，这个就是供养佛最好的方法。再背一次，慈悲就是供养如来啊。如果我们去帮助所有轮回的众生，那才是供养佛陀最好的方法。但是这些众生没有福报，所以我们要先替他们供养。这边摆三桌，外面会摆了地狱道、恶鬼道，为六道众生供养一切佛、一切法、一切菩萨，让他们呢都有大福田的功德。不但如此，有祈请三宝加持，让这些